是不是一生的伤口，痛过才懂得坚强的理由。听你说当年的乡愁，逐渐年迈的手有点颤抖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的手，不舍让你孤单寂寞。我只想深深拥抱你，小麦激动，阮拢无代志。你较冷静的，无代志。到底是安怎？哪会去牵连到建德兄啦？代志到底甲建德是毋是有关联？我根本都我唔知。我敢若知影，伊一直逼我，一直逼我，一直叫我啥物件。你不要让我歇睏，不要让我喝水，不要让我吃，不要叫我吃。玉秋，玉秋，等你较清醒的时阵，你才偷偷讲我听。你即摆较冷静的听我讲，你的面色真正足歹看，把身体照顾好较重要。啊，我昨后无闲到即摆，规暝拢无睏。你先好好休困啊，我连刚刚才来看你。明珠啊，来，你们先搁起来。去国先生拍摄呢，我做三叔哥有代志，我先来等啊。安尼哦，啊，搁起来。卡啥？祖先等伊休困，伊做长辈，无用到今摆，我还袂休困，你好先等伊休困啦。对吼，啊，歹势啦，搁予你加照顾下，我才转过去的产妇，真歹势嘞。去老先生，你莫这么客气啦。玉秋，你也较紧好起来哦。咱人吼，喜欢一个人，不是因为是查甫还是查某啦，
啊，只是讲吼，单纯对伊有感觉尔。假使迄个人是明珠，安尼玉秋是毋是就应该变正常啊？啊，因两个若是用个结婚。代志让你这么欢喜啊？无啦，头拄啊明珠来啦。哦，安尼阿兄一定足欢喜的啊。我问你吼，迄天你讲明珠甲英杰结婚结无成？嗯。啊，赵医生去甲结婚证书拆掉了。对啊。英杰的爸母哦，讲无准算啦，所以因根本就是白了工啊。安尼对，还阁有机会啊？什么机会啊？哈？无啦。啊，要啉吗？唔免啦。今仔有较暗咧。哦，今仔去家教中心登记家教啦。家教？啊，你哪有时间去家教啦？阮爸母已经讲明啊，袂阁给我学费、生活费啊，刷落来我就要靠家己啊。哎呀，这家教哦，要贴补生活费用嘛，应该真困难咧。啊，学费这么贵，你敢有法度家己承担啦？我算过啊啦。所以嘛，甲米斯豪讲过啊，伊对我袂歹，伊讲我特别空闲时间会先摆好啊，我趁一寡钱啊。我看吼，你是为着恁女朋友拼性命吼。唔是女朋友，是我的牵手，我的某。好啦好啦，不管你安怎讲啦，啊你真正吼、哦、要甲恁斗上拼到底，连伊要将你的经济资源断掉，你嘛唔惊哦。都因才受明珠啊，啊无无啥物好参详的。我可能无甲你讲过啦，比起明珠哦，我做诶根本就无算啥。伊家己一个查某囡仔呢，半工半读，考调助产学校，摕着助产师执照。迄当阵哦，我搁伫个厝内做大少爷，连我拢毋捌说过。虽然哦，敢若结婚间我有看到伊啦，也毋过即个明珠哦。我的感觉，伊真正有迄个价值，互你为伊拼性命啦。你讲啦，有啥物，我会使替你做诶无？好啊，来，我要牵是民主诶手，就毋是你诶手讲。卖阁闹啊啦，对吧？啊，刷落来，我可能爱搬出去住，先甲你讲一声。为虾米啊？哎呦，住宿舍着贵三三，而且阁有门禁。但是以后我开始做家教，还阁有康复，啊时间就歹抓，归去哦，住外口时间较自由啦。我看是为着约会方便啦吼。既然是阿母啊，本来就应该住做伙啊。而且哦，我想要给明珠一个家，一个敢若阮两个人的所在。好啦，兄弟啊。我听你啦，也毋过我咧，你啥物你啦？你干那顾你的暗顿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替你传，别烦恼。哎呦，我哪有可能是为着这种理由啦？哎，咱俩住同一间宿舍已经这侪年啊，忽然间要分开，哼，你拢袂唔甘哦？真正啦。我知影啦，我去跟恁大做伙啊！啊，我会使做恁媒人啊！嘿嘿。
袂使去替你扫涂骹呢。嘿，哟，大嘴比较趣味。来讲就讲啊。王星王星站在那裡做什麼？先生，我剛才去看尤秋，她的狀況不太好，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原因雄雄昏倒，聽說是倒送阿姨回去的。啊，有要緊嗎？發生什麼事？詳細情形我也不太清楚，不過好像是跟建德有關係。是怎樣跟建德有關係？尤秋嘛讲无清楚，伊即马人阁无够清醒，看起来敢若受这是苦的呢。肯定都入去遮久啊，你去牵拖着尤秋啊。我敲来门口去看卖。喂，佩哥。尤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敢是跟阮家有关系？啊，无啦。啊，都，伊去画一幅图参加画展啦。啊，人误会讲伊画是建德。唉，详细情形。咱两工见面再搁讲啦。哎呀，你啦，啊，尤秋怎安怎？伊敢有严重？即马在休困啦，无啥物代志啦。安尼就好啦，你辛苦啊，客户。若有啥物代志需要我斗相共，一定甲我讲，知影无？讲哦，是因为一幅图啦。玉秋去展览的迄幅图，画是建德。我对客户因阿母吼，真正足失礼啦。先生，我相信玉秋袂后悔。啊，因两人感情遮尼好，伊才想要画建德遐来表达伊的思念嘛。啊，不过今麦啥物时机，伊安尼害着伊家己。啊，尤秋这个人心思较单纯，较无迄感觉心，毋捌想过要相骗有缘财神的建德兄。因两个吼，自细汉就算做伙，就算讲我甲客户一阵仔无讲话，两个嘛是苦大白做伙，去到倒位拢爱斗阵。先生，你莫这么自责啦，我相信若是予尤秋重新选一届，伊嘛是会建德兄的。啊，好佳哉吼！伊倒上恁妈看，这玉秋一定平安无代志。这丁霞一定足气我到更甜啦，嘛一定伫个客户面头前讲一挂歹听话。伊老母感情都无好啊，那讲个因为这件代志安尼，先生。啊，建德兄出代志的时阵，客户先生嘛是勇敢站出来挺先生啊，伊绝对袂因为这件代志受到牵连，就怪先生。你较早去睏啦，以后我来顾就好啊。那安尼，我先来休睏，看我再甲先生换班。老三，老三，来，加盟。哎，多谢。哎，多谢，多谢。秋。
明珠来看你了，精神加足好，比看医生搁较有效，真正捡一条命回来。卡莎，莫伤心要哭啊啦，我无人着一只好好啊。你知你拍无去，规暝无回来。恁倒上去给恁阿姨回来时阵，一个面仔咧白苍苍，家长又要惊死，你知无？是的。啊，你伫遐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迄个人一直叫我写啥物，写啥物自白书，啊，我写我恁第三个月活动一回是组织。我不可能把那些东西写出来，所以他就逼我，一直叫我停下，一直停下，一直停下。我有药睡，然后我水喝，所以可能状况比较坏。所以你是为着要帮好健的？当然啦、我哪有可能好健的受到牵连啊？你为着要帮好健的，敢让自己安尼死死混混去？红灯的安尼拢袂用去。是啦，卡莎。我嘛唔知影代志变到安尼啊，可能伊当初就真正身体甲精神状况拢无啥好。我感觉，感觉头壳足晕的，那里晕一直晕，后壁就是乌，继续要拍袂下吧。啊，精神的时阵就会肯定出来面啦。恁岛上为着要甲你救出来，死去去探听，细钱，真无简单，才甲你带出来，你知无？无即马，连你嘛往关入去啊！卡桑，啊，遐个人敢去抢我微信？恁岛上有着。伊叫我代先去把你遐个刀处理掉，处理掉。我就知你会唔敢。卡三问你，你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为遐尼侪紧张？唔是啊，卡三，什么叫处理掉？处理掉是单挑哟。你是唔敢？唔敢遐个刀，还是唔敢话迄拢是紧张？啊，这两件代志不是同款？无同款，你是安怎敢那话坚定，都无话别人。卡莎，你是不是跟遐个人同款？你抓住我来替坚定的理想出声对无？即马是卡莎在问你，你是安怎敢那话？拢无话办啊！你好无？你最近好无？心爱的话，我只想深深拥抱你。你是安怎敢那话坚定？拢无话办啊！是不是跟那些人同款？你抓住我来替坚定的理想出声对无？即马是卡上在问你，你是安怎敢那话坚定，拢无话办啊？做适合的啊！阮两个人从细汉斗阵做伙大汉，伊的形影、伊动作、伊思想，我拢足熟的啊。回起来当然嘛特别有感觉，就顺手的啊。
你很会过啊，你很会恁小妹啊，厝内底人你嘛真熟啊，是安怎敢来话伊，拢无话别人？不是啊，阿不，我都足介意伊个气皮皮啊，伊眼神内底有一种足特殊的力量，我足智慧，而且伊常常讲一寡。是予人想袂到的代志，所以你心内只有坚定。你不是在问我都代志对不？你是一个查甫囝呢，查甫囝还有一个查甫囝的款，你感情是非爱分得清楚。肯定是一个政治犯，你即摆让关伫内底，你知无？你袂敢来顾你家己，你知影这有偌严重无？是的，我得敢来想个味道呢，我不想要这。有人讲，莫甲坚定交叉，伊就是惊你安尼。恁道长头拄啊，佫敲电话来关心，看你情形安怎。你等下有时间，敲一个电话，甲回一下。嗯。敢若想着你家己的代志，敢若想要画图，你也开始有责任感。你以后爱娶某，爱生囝，爱做一家之主，家家以后要靠你来还，你知无？娶某生囝，这我都无着急这件代志啊。啊，无你想要等鉴定啊？卡上。你要等鉴定？等伊结婚，娶某生囝，你才会甘愿哟。坚定已经有后生啊，伊甲伊的囡仔的脚上，敢若差无一张证书尔。恁敢若是囡仔伴，即摆你已经大汉啦。你袂用阁对着人脚脚安尼戆戆说戆戆说，玉秋，脚上的后半世人是爱靠你的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我知，脚上不管干哪种。恁道上甲恁阿妈叫你爱结婚，嗯，就安尼啦。小秋啊，昨暝出来看你的时阵，你把伊的手安尼牵安安，牵到安尼安安安。你会记得无？所以你就介意明珠的啊，对吗？我甲明珠做伙的时阵，
感觉足温暖的，足平静的，足欢喜的。啊嘛，我唔知。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。我唔知。所以你要加油，加油！你要去追求伊，要较勇敢的，好。明珠心内已经有英杰啦，我知影伊今嘛有英杰，啊，不过伊心内嘛是有你呀，对不？你是真重要的朋友诶，那无你破病，伊哪会专工要走来看你？今嘛你是排伫英杰后边无？对，啊，不过你若是伫边啊，安尼一直陪伴伊，一直照顾伊，无定伊的心偷偷就挖过来啊，对不？查某囡仔拢安尼啊，我伫想看卖，伊甲英杰这条路行到足辛苦的呢，你嘛拢知啊？你看英杰因爸母安那刁难伊，对不？船渡煞袂要紧啊，为着恁岛上，恁阿嬷拢开始咧找媒人婆啊，啊无到时你着去娶一个无熟识的人嘛袂要紧。我哪有可能娶啥物无熟识的人啦？我着是知影你袂去娶一个无熟识的人，所以，甲面子的代志，搁斟酌一下好无？试看卖啦，迄就是喜欢的感觉，你着搁试看卖啊，好不？加上我，加上支持你啦，啊无加上给你拜托，拜托你。好啦好啦，我试看卖。你敢能答应我？你给我一个时间的空间，我别话，我别别做啊！这你放心，卡上对明珠的关心，未比你较少。我知影你的个性，你一定袂怪我。啊，不过玉秋确实嘛是因为见到的代志去甲伊牵连着，我一定要亲身来甲你回信的，啊，若无我的心内袂得过啦。坐啦。酒较好无？今日胃口较好啊，嘛较有精神啊。歹势，互你烦恼。哎，
那等到你安慰我啦。可是啦，因为建立的代志，我嘛才了解讲吼，迄人生跋落去谷底是啥物款的滋味。安尼要喘一口气，就敢若咱心头底哦，底一个石头同款，迄是拢喘袂得过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干一天一暝尔，我就感觉我喘袂过来啊！我真正不知迄个时阵你是安怎走过来。不过好佳哉，你比我较好气啊，有秋平安回来呀。你若好好照顾，一定好起来。啊，对啊，昨暝吼，明珠来看伊啦，啊，伊敢那真欢喜呢。伊常常讲吼，看到明珠，就有一种真平静、真温暖的感觉啦。我这个憨囝。到这个时阵哦，才知影讲伊家己对明珠的心意。你意思是讲，玉秋在介意明珠？结果，我刚去楼顶看玉秋一下。好啊。请你慢。就，有人来哦。明珠，谢谢。哎，唔要紧，唔要紧，坐咧啦，坐啦。林哥，你受苦啊？阿英敢有对你用心？无啦，阿英都一直想要叫我写一挂自白书，交代讲我甲建德有参加过啥物，甲政治有关系啥物组织活动聚会。不过我一挂较敏感的，我无写出来，所以。先生，请放心。今日代志去考虑到你，我真对不起你。建德，伊是有安在心的人，你无同款呢。你无前科，清清白白，你唔来替家己想，来替你爸母想，莫阁喊你阿公，我知影无？其实。其实讲到底，这件代志系我家己啦。等下别人咧看伊巴肚，也无一定认出来是建德啊。是我家己，伫记者甲我采访的时阵，讲真伤欢喜，讲过头，才惹来这麻烦。你人无代志好啊，啊，若无我真正唔知影要对你的爸母安怎交代，我就对不起伊呢。先生，你莫安尼讲啦，真正不要紧啊，我以后一定会较注意。爱去你，以后爱学会保护家己。啊，即卖哦，你好好照顾家己身体是上重要的，知无？我知，多谢先生，多谢你的照顾。我等来啊，先生。无，我想要问讲，阿明珠今仔日是较无闲了。啊，到天要光的时阵，伊来接班啦。即马咧替人接生，
我等下等伊甲伊换班，考研，有啥机会来看你。多谢先生。药手敢有较好？你真关心伊哦。先生，啊，你嘛是因为关心药手才去看伊啊？有啦，药手食一寡物件，泡食就会当补起来，应该有较好。安尼就好。啊，先生哦，你安尼就唔免伤过自责艰苦啊。那袂艰苦啦。虽然讲伊无放心球，啊，不过关伫迄款所在，关久嘛会气消。虽然客口伊无讲，啊，不过我了解伊心内一定足惊伊的。我真正对伊足袂得过。先生，你放心啦，啊，药秋这个人心思较单纯，袂去想东想西，伊真紧就会当恢复啊。啊，你真了解伊，敢讲你是介意是？先生，恁哪咧碰啊？我勒客户甲药手拢伫问你啊。应该是我昨去看伊时阵精神无啥好，所以才会这么烦恼啦。不是哦，我听客户意思，药手真介意你。我看伊要甲你甲药手杀做对。应该不会吧？先生，不管别人安怎想我、安怎看我，我的心内就敢那认得一个人，永远拢袂改变。我先去抱伊啊。永远袂改变，林青楼。阿哥喊你阿姑的，生活到这样未来变成啥款？门内拢无人啊！哎，办公室一个人拢无，敢讲真正要倒来哦？哎呦，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哎，一个哦，透早就出门啊！一个落来无外久吼，就讲伊要去办代志啦，叫我小看咧。啊，我头拄啊才去面顶甲米洗落去煮咧。免煮啊啦，大家外口拢在讲啦，迄今朝生理无法度做啊啦，今朝了要倒啊啦。哎呦，你是咧甲头家唱衰哦？做人心落安尼甘好？不是我咧唱衰，哈、啊。大行的买卖吼，拢经过我的手啦，我煞唔知影即卖状况，啊，今朝拢卖袂出去啊啦。啊，啊，你莫想遐尼济啦，哎，应该是暂时的啦。啊，早知影吼，较早为先头家遐赚的钱吼，就较来同款去学一寡要投资啊，而且即卖我就发财啊我。哎，想着细汉头家哦，路已经出来啊。啊，敢真正袂当搁予伊入门啊？拢分家啊啦，要怎入门哈？安尼有淡薄仔无情呢。趁细汉头家出代志的时阵来分家，啊，亲像吼要甲因拢好好出去。这就叫做吼白囝无情啦，抓头抓面啦。啊，我想吼细汉头家一定真怨叹。嘿，那是白囝无情。啊，看起来吼是迄细姨，头家。头家，啊恁头家娘无伫啊？哎呀，哎头家恁伫啦。啊，头家娘讲哦有代志啦。
啊，最近哦，我前脚才踏出门，啊，伊后脚就酸出去啊。啊，陶弟，你回来啦！我来煮中昼吼。哎，你来这才回来？你不是讲恁金州公会要做伙食中昼？哎，大家哦，煞有迄个心情食中昼，开花开煞啦，拢转去。啊！你找我什么代志？啊！一透早哦，迄同学就问咱当时要甲伊签约。啊，即马哦，还阁唔知影日本要收偌济，阁等看卖啦。哦，免等啦。对，安怎？啊，你是开会时阵有听到什么消息是？内幕消息讲哦，日本即马要去哦菲律宾买金蕉啊啦。讲哦，菲律宾的金蕉品质好，阁俗，一声台湾哦，凄惨啊！啊，哪会安尼啦？恁之前不是讲，迄日本这几个月要较少是暂时的，等情况啥代志查好清楚了后，就恢复较早的量。实际不是安尼啦，有人讲哦，较早日本哦会甲台湾买遮尔啊济金蕉哦，拢是因为迄个五种税的关系啦。讲伊哦，去甲日本的高商哦，博感情博出来。嗯，我真唔相信，迄拢是清国写了后白讲。哈、啊，真正是哦，神啊清国写，拜啊清国写啦。啊，这意思是讲，迄清国写无通食，啊顺手甲我嘛弄破，哦大家都无通食是吧？那呢，单家的金枪。无爱签嘛？无爱签嘛？但你拢甲伊签约呢，啊，今年无要签，万一后来出口的配啊又搁增加，啊，到时是有钱嘛买袂着安尼。我才无咧惊，啊，即摆金州就已经无人咧收啊，有倒一个盘商咧签约。哦，啊，不过啦，即摆大家拢咧讲啦，讲即个状况只是暂时啦，啊，过一阵仔吼，迄日本就会倒转来甲咱买啊啦。真歹讲哦。工会主席讲啦，甲日本做生意吼是爱讲信用的啦。啊，今嘛哦，咱甲迄信用哦拍歹去啊，要挽回来哦，真困难哦。不是啊，既然安尼，咱是不是老两个共人就共？大哥娘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老我甲另外一个人哦？哎呦，我平常时啊要顺迄金蕉园，啊，出货至少嘛爱三个工人啊。暂时哦，还是老四个啦哈。多谢头家啦。你别当恁两心啦，这真正无工课互因做，我饲工人发薪水就饲到倒去啊。哎呀，即个工人哦，对我遮尔啊久啊吼，有感情啊呐。工会讲哦，要上书互顶头啦。啊！大家即马咧想办法哦，看有法度甲日本哦，搁挽回来无？我看，咱是不是趁这个空档做别项生意？做别项？哎呦，我自做囡仔吼，就缀阮老爸做迄金蕉的生意啦。啊，这金蕉的生意哦，无搁来传落去哦，真正会对不起阮老爸哦。啊，搁再讲啦，啊，若做别项哦。我真正袂晓啦，哈！做生意的原则拢同款，会晓做金蕉，就会晓做吧。我今嘛连出都无法都转去啊！是叫恁阿爸去哪？阿爸无伫的时阵，阿母常常出门啊。我偷领伊的钱，代志别空啊！只够领剩万几块，我是因为你，我才走到这款地步的。我即摆连厝拢无啊，从今以后，我干那你一个人啊！Yeah.
不做的